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悲华经云：何菩萨摩诃萨住菩提法清净之门。布施即是住菩提法，化众生故；持戒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善缘故。忍辱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32相80随行好故。精进即是住菩提法，与诸众生勤教化故。禅定即是住菩提法，令心具足得调伏故。智慧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能知诸烦恼故。多闻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法中具无碍故。
一切功德即是住菩提法，一切众生得具足故。智业即是住菩提法，得具足无碍智故。修定即是住菩提法，悉得成就柔软行故。慧业即是住菩提法，远离一切诸疑惑故。慈心即是住菩提法，与诸众生心无碍故。悲心即是住菩提法，拔出众生诸苦厄。喜心即是住菩提法，爱要法故。舍心即是住菩提法，断憎爱故。听法即是住菩提法，断五盖故。出世即是住菩提法，舍诸所有故。阿兰若即是住菩提法，离诸聪悟故。专念即是住菩提法，得陀罗尼故。
正意即是住菩提法，分别亦是故。思维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法中得成就义故。念处即是住菩提法，身受心法觉分别故。正勤即是住菩提法，断不善法，修善法故。如意足即是住菩提法，身心清理故。诸根即是住菩提法，得一切众生根具足故。诸力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能坏诸烦恼故。诸觉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法中具足觉知十法相故。正道即是住菩提法，远离一切诸邪道故。圣地即是住菩提法，
断灭一切诸烦恼物。四辩即是住菩提法，得断众生诸疑惑故。缘念即是住菩提法，不从他闻得智慧故。善友即是住菩提法，一切功德持成就故。法心即是住菩提法，成就不狂诸众生故。用意即是住菩提法，出一切法故。转心即是住菩提法，增益善法故。思维善法即是住菩提法，随所闻法得成就故。摄取即是住菩提法，成就教化诸众生故。故持正法即是住菩提法，令三宝种
不断绝故。善愿即是住菩提法，成就严禁佛事戒故。方便即是住菩提法，速得成就一切智故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住菩提法清净门经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，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梁皇宝忏与高僧行仪导读课程开课喽！从宝智公禅师到弥勒佛的龙华三会，精彩典故每周一则。梁皇宝忏素有忏中之王的美称，也是佛教中最重要的忏仪。主讲者慧静老师，4月9日到6月15日，每周二下午14点到16点，地点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4月份课程第一周，4月9日星期二，梁武帝与宝智公禅师；第二周，4月16日星期二，宝智公禅师与梁皇忏；第三周，4月23日星期二，梁武帝问因果；第四周，4月30日星期二，达摩大师与梁武帝。5月份课程第五周，5月7日星期二，弥勒菩萨的化身布袋和尚。第六周，5月14日星期二，不食肉，弥勒菩萨的前世今生。第七周，5月21日星期二，弥勒菩萨上身兜率天人因缘。第八周，5月28日星期二，兜率下身龙华三会的弥勒佛。6月份课程第九周，6月4日星期二，极乐净土与兜率净土。第十周，6月11日星期二，法藏比丘与极乐净土。11周，6月18日星期二，极乐净土的九品莲池。12周，6月25日星期二，去极乐世界做什么？敬邀大德一起加入学习行列，知解法义，实践佛陀教法，提升自我，利乐有情。清明孝亲报恩，
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举办八关斋戒祭祖操建普施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主法，日期4月21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法会设有各项功德主项目，欢迎提前来电登记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或07-282-0278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、FB 佛教中山书坊。那些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永不安乐，听闻的人们啊，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准备痛苦地捶胸顿足吧。没有人会比一个认为金钱万能的人更焦虑不安。我要如何创造财富？一旦创造了财富，我要如何持守财富？他生活在担忧被偷、竞争和面临灾祸的恐惧之中。当他最后失去了财富，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肉仿佛被切下来一般。看看一些人是如何为了事业而日夜劳碌奔波，他们为了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。他们对每一个人心存猜疑，并企图从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身上谋取利益，来胜过地位均等的人，以及驱逐地位高于自己的人。他们很难享有片刻远离忧虑和烦恼的平静。没有权势，没有社会地位，没有可以失去的事物，以及没有可以恐惧的事物，是多么纯粹的喜乐。不要让你的心被无意的念头拖累，缅怀过去和未雨绸缪有什么好处？安住在当下的离系状态中，与佛法和谐共处，让佛法成为你的生活和经验的核心，做你命运的主人。